1996-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灵学。我平时拢从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真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《禅林宝训》第117集。即即个训题安尼讲，形界相应啊，无占生离。意思就是讲，咱修学佛道应该了解佛理，啊实际修行，啊两项爱相应符合，人讲界行并重啊，哈。袂使戒而不行，也是无了解妄修觉念，不应该贪着沾沾，就是沾染，迄、那个名声利用、钱财，哈、啊，就是一般讲贪名着利啊，唔通啊贪求迄个名利，哈、啊。文来讲，人缘得下行义啊，顺行获得有个人之风，安中寡言，以为士大夫尊敬。上曰：众人之所富啊，圣人之所敬。奉为庄严主，祖传佛法，为行界相应，岂可为之？要在时时检测，勿使声名利用，有名于心，通法令有所迷糊，几乎都是相信。立柱有所迷惑啊，当退书修德，
以待风来未见，以待风来未见，有心正而聪明不敌者。所谓得人之用啊，失人之以消，成实在诸啊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，灵源禅师呢，伊的性德，伊的佛学含德行啦，会使讲，威仪，杂交。啊，做人吼，顺正诚实，厚道，有迄个德行安尼啊。迄款做伊个作风呢，有古代祖师个道风啦，就是讲伊个德行含迄个作风呢，含祖师真相近啊。平时呢，真安静庄重，沉默寡言，就是讲唔是遮轻浮啦。尤其受到迄个古代讲士大夫，就是像即卖知识分子啦，啊，政府官员啊，所尊敬。伊曾经安尼讲。一般人众人所疏忽的所在，所随便的，就是圣人所谨慎的所在。何况身为庄严佛寺的主脑，啊，就是主持当家啦，啊，是要协助佛祖来宣扬佛法。教化众生，假使若讲对佛理无了解，啊，佫无实际修行，两项吼戒行相应呢，安怎会当做一个主脑来领导人呢？最重要是应该爱自己时时。点点反省家己，看自己有尽责任无？啊，唔通使迄个贪名夺利的心，使名声、钱财、利益呢？名与心就是生起伫迄个心内，心内生起一款要贪名夺利的心啦，啊。如果你所定的法令啊，不能使人信任，都要讲啊，依附啦，附的是信任。在市场啊，遐出家立主，袂当对你，袂当你所讲所做，袂当啊，心服口服，袂当服从你的领导。目睭中无甲你看伫目睭内，啊，这款情形呢，做一个当家主持领导者，照讲是应该爱退一步吼，家己反省深思，讲是安怎哪会安尼？上好是退己退稳，搁家己进修德行，以便将来吼。充实家己以后，再出来领导人。讲未见有迄个主持自身加端正、戒行庄严的，而迄个庄严市场呢，袂当治理好个。古语所谓讲，观看有德行的人的面容啦，甲看到伊的行动。面容呢，就已经啊，敬佛三分哈、啊，
就会使人的遐妄想恶意吼，拢消除啊。啊，实在就是这个道理。明如学安德安讲，见处贵独失啊，行处贵见处贵透彻，行处贵独失啊。就是讲，即思想境界吼，爱透彻，唔通安尼，马马虎虎安尼吼，似是而非安尼袂使，爱学啊，加清澈透彻。啊，那实行起来呢，爱独失。落实啦，即马讲啊，做落实哈，爱脚踏实地，袂使干呐空谈。地道论来讲，佛法贵行啊，不贵不行啊，但能勤行，将瓜文要先入道。佛法是贵行，就是注重修行啊，注重实修；不贵不行，就是无注重迄、那个干呐捌食济啊，食够讲。唔是修，但能勤行，学佛只要会当勤修实行吼，种瓜文要先入道。即使伊捌要食济，瓜就是少少的，敢捌少少的，小干会当悟道得道了，成正道。楞严经同安讲，虽道门若不修行啊，亦不稳定。如人说失啦，将不能罢。讲有诶，学佛虽然吼，听遮济、看遮济、捌遮济呢，多闻啦。啊，那唔实际，照佛祖讲去实际修行，啊，安尼吼，我未当得到好处，含迄个不稳定，含迄个唔捌听到佛法诶人。相共啊，相等啊！你捌食济，干那知影讲哦，念佛济善好，啊，家己都唔是修，所以永远袂当得到好处。就像迄个唔捌道理的人相共，就像啥呢？像一个人说失，就是讲，伊知影迄个煮食安怎煮啊，啥物菜含啥物，难做伙食，食好食。啊，讲到流嘴气喏，啊，一地都拢无食着。刚才当面讲去满汉大餐食好食，腹肚袂饱啦，哈。来发句经就安讲，虽上千言啊，不听何益啊？不如一闻啊，轻修得力。讲学问吼，虽然有诶上千言，只上讲起来就是无看念面出来做上会背上。虽然吼记足济就对啦，佛法拢捌，啊不闻不听何益？那真唔去实行吼，有得到啥好处呢？啊，佫不如一个吼一闻，敢若听到一两句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敢若安尼有诶，听到一两句句诵，啊勤修得力，照迄个意思去勤修，就得到遮大诶利益。捌食济，还不如迄个捌一句的。涅槃经上讲：“以道闻故，不得大涅槃啊；以修习故，得大涅槃啊。”啊，譬如病人虽闻医药之名，病不能愈啊；以服药故，病能得差。哎，意就是讲，干因为捌食济啊。空谈食到讲，但是袂当证到迄大涅槃。涅槃就是圣人证的境界，叫做凡业寂灭。伫迄境界真实证灭，就是将世间的妄想烦恼啊、罪业苦烦拢灭了啊。讲，干阿捌食济物是死，袂当证到大涅槃。啊，因为实际去修，所以证到这個大涅槃。就像啥呢？像一个破病人，捌食济佛法，毋修着像一个破病人。虽然敢听到迄个医药的名，都捌迄药啊哩，爱食啥物药啊才会好，啊都无食，所以病袂好了，愈就是好了。
啊，因为实际食药啊，药啊吞落去就服药，啊，病人得查，查就是好啦。就是像咱一般讲，你病有较好，有讲有了较差，食了有较差。寒山大师就安讲：学道容易啊，悟道难啊，不下功夫总是难啊。人心不行，空气力啦，空空论说的也多人。讲来学习学佛道是容易，要实际悟道是较难。你若毋实际下功夫去实修呢，总是行到尾也无得到啥。会信佛了解，啊，毋实际修行，空空论说的也多人。只个讲讲互听，啊，当面都无效，讲啊流喙齿烂，多人无功啦。四十二章经在安讲。叫伊声名，声名虽拄啊，心里过意。比如烧香，虽人闻香啊，香气真呢。讲唔通贪着迄个名声啦。一个人若敢贪名着，贪名着，你爱名声吼，啊，当名沽名钓誉啦，哈，安尼吼，就像啥呢？像一个人吼烧香啦，虽然呐香香烧起来，正拢。鼻着个芳，就想讲，正拢听到你个名，心里过意啊，已经老啊死啊，特别死啊，就是讲迄个香吼，家己本身吼烧甲变灰糊去啊。我从源头安讲，为人不可不回头啊，名利英雄有日休，千种情怀千种心啊，一份荣辱一份忧。讲做人唔通甲贪着名利向头前直直撞贪求啦。唔知唔咋通回头时间啦、啊。名利英雄好汉才出名，有一日一口气无来完事，爱离开世间，有日休。千种情怀，千种恨，争名夺利吼，忧愁遮济啦，苦恼哈、啊。一份荣辱，一份忧，赢就是遮光荣，遮有面子。啊，一看那道人间冷暖吼，受侮辱，互看袂起吼，啊，但遐。啊，安尼，啊，人讲人间冷暖吼，嘿，又个人讲贪名着利满世间呐，不如破立得人寒，农家有失同何金呐，也何无宁天地宽。一个人贪名着利，啊，都准则讲做官做遮大，就像迄只鸡啊，放饲袋内底，大家拢啊饲好了，逐日食便便吼，啊，佫不如迄、那个。看破名利，啊，穿破破的修道人吼，野好啦，像野好虽然无人饲吼，啊，远远躲一粒，天地宽，吃自由，这边飞到那边，哈、啊。教生法师就安尼讲，一切财宝总非真啦，及早上来是一品，水火刀光并业主啊，我家有份定来进来深，讲对钱财唔免来贪。贪求无厌，一切钱财吼，啊，拢毋是真正你的，是安怎讲呢？因为迄个五行拢有分啦。你的财产钱财吼，第一大水也甲你流去，第二火灾甲你烧去，啊，第三呢，贼啦强盗甲你抢去，第四官政府官员也就好。啊，一分啦，古代所谓抄家灭族，哈、啊，没收啦。啊，即马政府嘛一分，你赛车超速，伊就该诶罚几千块，伊也一分，哈、啊，啊扣税。啊，业主败家主啦，甲你恢复了了，哈、啊，恢复了。啊，所以这五行拢有分，拢唔是真正你诶。所以目睭黑去拢带袂去，啊，赶紧提出来报喜供养。行善做一寡功德，迄功德你后生才用得到，钱财你后生用袂到。所以讲爱赶紧提来吼，施以贫就是救济艰苦人。无量寿经来讲，宝物归无常啊，善化净智慧，世间物破坏啊，善化相坚固。若有顺法行啊，随人必千岁。虽种种宝物啊，不能计何数，种种在宝物，即可劫夺啦，王叉及水火，不能拔发财。
哎，这只吼，讲世间的钱财宝物啦，哈，到尾也拢无常，五家拢会抢去。啊，你所修的功德善法吼，会增加智慧，拢袂无的。世间的一切的钱财物件吼，到尾也拢无常的无去，会破坏。啊，但是善法功德永远坚固。过后生来世了，用得到。所以你若有顺这个佛法来行善、修行遐功德吼，虽然必千世，你将遐钱财去行善、布施、供养所得的功德吼，会到过百千世，你也用得到，会给你帮忙，袂对着地角受苦。所以种种宝物啦，所以遐宝物呢，袂当转到后世来用，死了吼。一口气无来，你的金条下伫棺材内照常人烂去啊，金条伫世间，所以带袂去后世。所以一切宝物吼，会使讲拄啊讲五家拢会抢，功德会抢，国王会未收，水会流去，火会烧去，但是吼，这五项吼，不能把发财，袂当该抢你迄个。发财就是遐功德善行啦，所以爱将有形的金银财宝吼，肯摕来行善积德，换一寡遐无形的功德带去后世才用得着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转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，你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6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。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寄来结连，那是在家居士有随喜助缘度寄来，到即马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订销回来加套。迄日马来西亚一个林居士，林爱林居士啦，讲伊伫马来西亚设一个国际网站，想要讲即马发起。华人拢用迄个白话，无办法看古文，去大陆、台湾拢找看有迄个白话，讲在放互全世界收袂到，结果拢找，真久拢找无理想。由迄个陈振宏教授，甲介绍来找我，加讨百几本，讲要放互全世界拢收袂到。啊，搁尾啊，即个东吴大学一个，即个连博士。伊个电脑系教授，即连博士吼，原来甲我讨一套百几本，讲要设置迄个国际网站，伊伫台湾话设，伊就搭来遮放咧，互大家看。啊，所以，咱遮然后一段时就都拢印经送无咧卖，啊，佮救济急难，佮收几啊高字，佮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。南将李将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会当为佛教弘法利生，我定伫电视所讲个遮，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就够本啊，各位若需要会使敲电话来本市。我伫电视讲遮呢，即马有做迄个 CD 片啦，每一集拢做 CD 片，各位若需要会使寄来，一袋200块来，迄是赞助即个电视讲经。咱遮头前店吼。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正公主，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真大的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丰岩古刹新桥红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红寺数十年来推动吸引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桥红寺，电话：0763122291，6318391，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咱学佛就是要修慈悲心，也因为有慈悲心，所以咱不爱吃肉，要吃素食。当然有很多菩萨现在已经三顿都在吃素食，但是如果在吃素食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个慈悲的动机这样在吃，那跟羊啊吃草同样意思嘛。所以我们在吃素食的时候，我们就在想说，哎呀，当愿所有的生命都不要被伤害，当愿我自己保持慈悲心，当愿我现在在吃素食的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受苦的乃至当在吃肉的。所以我们在吃素食也要保持一个佛法慈悲的动机，这样就变成功德。阿弥陀佛。好奇好悲，数理一三八数八三，数理一三八数八三，号名中华好生协会。是